昨年几个多啊？两个七八百斤。2个800斤啊？啊，嘿，这是不少啊！是的，都。喂，这还有个哑巴了，啊。可以呀、啊。哦，还有好几块儿呢。猪肉干它活的我就烧的，不是干的不好烧。哦，火的时候就烧的。哦，干的就不好烧。哦，这还有猪油。嘿，这油还红点过好啊。哦，等于说你2个猪都没有卖，自己吃啊？嘿，这儿是不少啊，这还有背脊骨啊。还有一个尾巴呢，嘿嘿，这儿还有块排骨啊，哦，这儿一个排骨啊，那儿还有个排骨啊，还有3个猪脚叫猪伯伯也还有啊，不不啊，这肉烘的颜色好啊，你这肉烘的好啊，是啊，这肉烘的颜色没得问题啊，肉烘的还是好，你要准备买啥子吧？你说你要哪把了？哎，我要排骨嘛，猪脚干嘛？猪脚干我烧得的，你那个肯定还价格，你还是凑啥子？意思烧到这些钱嘛？那当然嘛，嗯。也无所谓嘛，那个都是小事情嘛，烧到你嘛再给加2块嘛，可以吧？哎，可以可以。啊，这个可以嘛？我那个年轻人做事情，我就讲究直品，晓不嘛？哎，这人就要直品。确实，你肉烘点个颜色，我看还是看得上。那你取嘛，取下来我看见嘛，对吧？啊？取下来我看见。要不要要？我哎，那肯定要要嘛，这个东西我。不是我懒得给你取哟。那没得问题，我肯定要要吧。我看到的，我猪脚肝总要检查下噻，哑巴就是没得问题嘛。哦，猪脚肝我要弄检查啊。猪脚肝那还不嘛？我看看盐炸好都没有嘛，晓不？自己吃，你说个盐炸好的没嘛？你想看，那个家伙自己吃的，不管是啥东西，都整得好好的啊。我那盐不炸好嘛，就生蛆。那也是嘎。哦。确实也是，哎，慢慢点，慢慢点。这儿一个猪脖子。这红的挂好，3个排骨，3个猪脚肝，这还有2个背脊骨，带尾巴的，但是这个应该是乖乖抓到的哦，这儿应该是鸟儿抓到的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不是耗子嘛？啊？耗子啊？那这个就不要哦，哎，这个就不要，有耗子抓就不要哈。那就把那个背脊骨买上，买一个背脊骨嘛，嘎。你拿个筷子嘛，要吧？我检查哈。拿个筷子我看哈，筷子，哎，拿筷子我看猪脚肝、猪脖这些问题没得？你躲嘛？哎，躲一下嘛，躲一下嘛。这个排骨还有背脊骨没得问题，但是这个猪脖子还有这个猪脚肝必须要检查。啊，都有问题，现在就有问题。那要检查老叔哈，先看看猪脖子，看看有问题吧。香啊，香，好，没得问题，没得问题。真的有问题，我以为有一两年了，猪脖子都没得问题。没得问题。哟，你放心了啦。没得问题，哎，来，没得问题，找个秤嘛。哎，都还是挂香了。今天发财了，嘿嘿。今天原本上山卖肥料的，但是我们第一站生意就是在那个叔叔家里啊，买了一些腊肉。说真的，那些肉啊，巴适的很啊，熏也熏的好，还有的话就是一个香味啊，都是全部出来了。他们家里杀了2个猪啊，但是没有卖。山上的话，一般的都是个样子啊，因为家里种庄稼那些，反正喂的猪基本上都是自己吃。哦，你看一下，我们全部给你写到那个纸纸上的了啊，反正也给写清楚了的一个。主要是老了人在屋头，有些时候那些不方便，我们就给写起的。
对的吧？所以说遇到你们是老人，我们就是要给你写清楚，晓得不嘛？那你该付钱嘛？经常性的在农村里买那些东西啊，就特别是像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啊，就要把那个手续给他整清楚。所以说我们都是啊，买的那个种类多了的话，就是要给他啊写个清单啊。装到装嘛，等一下他把钱给你付到起，我们装到再洗手嘛。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啊，必须性的还是让老人家算清楚啊，我们才开始装东西给他付钱吧。今天来的这个地方真的是有点漂亮，朋友们，这里就是进了大山了。这里就是我们县城最偏远的一个乡镇啊，水磨乡，水磨镇了。农村里面的肉啊，所以说这个颜色红的漂亮，那就是因为天天在这个火上面煮饭，所以说熏起出来的肉的话，看起都是相对的巴适。对的吧？你找个口袋，老叔啊，找个口袋，找个口袋，拿个干净点的口袋哈。那个位置买了三个猪脚杆，三块排骨，还有一个背脊骨，一个猪脖子，这口袋都感觉有点放不下呀。原本计划的是在那山上来买肥料，但是刚刚在那个叔叔家里买了一些腊肉，后面问他要不要肥料，他说我们那个价钱贵点。说真的啊，我们那个肥料的话卖的那个价钱真的还是叫不贵，因为我们是照到我们镇上的价钱来卖那个肥料，只是说每个地方卖的那个肥料的牌子不一样，所以说很多老百姓误以为那个肥料贵，晓不嘛。啊，这会儿刚刚把腊肉装到车上，叔叔他说有姜都要卖啊，我们就看一下看看。这儿看风景好漂亮，蓝天白云。今儿晒的有点干，身子还是巴适，但是没得好多。他们儿还在晒，这个位置挂起的。在哪屋里？哇！哎，还不好样噶？哎，你看这颜色可以哈、啊？哎，一是可以，颜色可以，二是嫩。讲都看啊。只有那么多吗？啊？只有那么多吗？你看见看看还有吧？这个豇豆哦，啊，还是不错，也比较嫩，颜色巴适。这还一坨。都可以嘛。江头没的问题，就直接看得上，看得上，看得上，你拿秤称，二话都不用说，这还不少哦，那还有好几斤了、哦，这边卖的很，卖的二三十斤，卖的二三十斤啊，你们每年种江头种的多吧？种的多，种的多，哎，那二天可以带你们上头来买江头。哎，那没得问题哦，江都，你看收拾的颜色还怪漂亮。好多，你看到就是，你抱就是，你抱数就是。你还喊我看吗？三斤六两，三斤六两，对的吧？好，那就过去了哈。哎，拿慢子。等于说，你说我们卖的肥料还是有点贵。那没办法了。那好了，过去了哈。哎，完美啊，堪称就是完美。